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 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Regina， 欢迎收睇由三澳门第日嘅天气报告。而家同大家讲下今日八月十五号嘅天气先。今日天气炎热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，相对湿度介乎55%至84%之间，气温系介乎摄氏26至32度，吹轻微至温和嘅偏南风。今日嘅空气质量指数系介乎12至26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预测一下听日嘅空气质量指数啊，路边监测站同高密度住宅区系10至30。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，而一般性监测站都是10至3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Bobby 话听日天气炎热，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会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。跟住一起睇睇卫星云图啊！预料一股偏南气流将会持续影响本澳的天气，跟住一起睇未来几日嘅天气啊！预测听日天气炎热，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6至32度，吹微风。而星期一天气炎热，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6至32度之间。星期二酷热，大致天晴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7至33度之间。而星期三都是酷热，大致天晴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7至33度之间。跟住睇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啊。北京多云25至32度，上海有骤雨26至33度，台北多云27至35度，厦门多云26至33度，广州都是多云27至34度。跟住睇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天晴24至34度，东京多云24至30度，马尼拉有骤雨26至31度，曼谷有雷暴24至34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0度，而雅加达是多云25至33度。跟住睇下欧美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。好啦，今日嘅天气又报告完毕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